我们八百变女鬼每回合游戏呢，从我变女鬼的那一刻开始计算时间到结束，基本上都是在30秒左右就结束战斗了。刚开始呢，就我一个人在玩女鬼，然后后来呢就变成两个人了，因为他们觉得玩人类就没有任何体验了，加入了我们女鬼的阵营。这刚开始呢就被游戏给特色了一下，这个做法成功又激发了我对女鬼的斗气，怒气值成功加一。这游戏会很快结束的，我跟你说，人类一点游戏体验都没有。哎，没开技能看不上来，必须开技能才能看上来。这个还不知道干嘛呢，这个，很搞笑这个。就那点枪都没杀出来的。怎么上来的？怎么上来的？话说，那你跟我一样，是怎么上来的？飞上去的。飞上去的，外挂了解一下。你是外挂，就是外挂，这就是外挂，知道吧？外挂，这不是挂呀，这边可以破点呀。那边那这个外挂去了他，去了他。哦，一个跳那个。刚才呢，回合呢，我们播放了一下游戏的原声。咱们全程没有游戏的原声，是因为。有一些嗡嗡的噪音，这个嗡嗡的噪音是从麦克风里面传出来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已经解决了。感谢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给他们那个提供的一些这个麦克风的这个调试的这些教学啊，成功把这个噪音给消除了，非常感谢。最近呢直播的时候老迟到，所以给自己起了个外号叫一迟到。现在我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我的一小九这个名字前面要带个一字，原来就是这个意思啊。容易迟到，这件事情啊，这个大家知道就好了啊，不要外传啊，毕竟家丑不可外扬嘛。如果这个猎手呢在不变身的情况下，游戏会更快结束的。最后一个了啊，再见！不是这个防化符，他就死掉了。有这个防化符呢，他会承受一下这个终结者的攻击。如果没有防化符的这个猎手呢，一个终结者就死掉了，因为终结者的重击呢，他会有6000的伤害。这回合开始呢，这个第一名叫老 K 的啊，他才打了200多分，然后呢，这个老 K 呢也跟我一样开始卡了，
放弃了做人类啊，因为他也感觉到了这个人类挺难的啊。每回合下来基本上都是30秒左右结束战斗，从现在这一刻开始啊，我们是3分04秒开始的游戏啊，就是变女鬼的这一刻啊，然后结束，我们看什么时候结束。这个破点就非常轻松的，想知道怎么破点的朋友们可以去这个翻译一下咱们之前的那个视频啊，咱们之前的视频呢都对这个星际迎村女鬼破点的那个教学每个点位都做了一个详细的解说还有教学的，大家能否愿意给我来走一波关注呢？听说 B 站的朋友们都会非常的热情，看到咱们的视频呢一定会来一波三连。猎手很早就现出原形了，没有箱子他们只能四处逃难，现在只有逃命的份儿。终结者的箱子还没刷出来呢，等到终结者的箱子刷出来的时候，就这个游戏就已经结束了，基本上是同时结束的。游戏结束时间呢是2分28秒啊，2分28秒结束的，2分28秒，2分60秒减去28秒是32秒，30秒再加上刚开始的3分04秒，那4秒加起来是36秒，总共36秒就结束了这场游戏。刚开始就我们一个人在玩女鬼，然后第一名呢就不干了，刷了200多分，也加入了我们女鬼的阵营。B 站呢就是一个弹幕啊，对不对朋友们？那为什么我的视频呢没有多少弹幕呢？完全不像我们 B 站的传统风格呀朋友们。看到这儿呢，我们就发扬一下我们 B 站的传统精神，给 UB 主走一波弹幕吧，就当可怜可怜一下这个 UB 主吧。如果你们不知道打什么弹幕的话，那就用111来进行代替吧。在下一迟到，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对了，先潜伏那个生化伪装者的角色出来之后呢，给蜂王偶尔加了一个跳得更高啊，隐身技能会延长的那个属性。这样一来的话，这游戏还能玩吗？有两个这样会破点的女鬼，人类就已经没有游戏体验了。再加上蜂王宝贝那么变态的跳高的技能，不用身法，小白都能够破点。Oh my god!